乐是什么时候组成的？2007年的时候组成的，然后最早是我跟李长磊，还有陈俊安，对，我们三个人组成的。那时候原本就是要做放歌音乐嘛，是？一开始的构想就是的，那只是我们那时候只有三个人，所以就是人就是慢慢把它凑齐，因为那时候觉得台湾比较缺乏比较 big band 的乐团。有一阵子是不是人很多？我的印象就是我 有一阵子我搞不清楚到底谁是放歌兄弟的事情，然后大家都是放歌兄弟的人。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了。最多人的时候是几个人？最多人呢，应该有到11个吧。台上的十，台上十一个，台上十。那大面是什么时候加入？我2011年的时候再加入的。2011年，五年，已经五年后了。所以放歌兄弟大概有几轮？几轮啊？很多人，因为有一阵子是男主唱嘛，唱一开始男主唱，然后后来有女主唱，后来女主唱，后来是男女一起唱，然后后来又变成女主唱，然后变成男主唱，然后现在又有两个女主唱，太复杂了，所以我才会一直都搞不清楚，搞不清楚，因为就一直都你在嘛，就啊，这个团有荧幕，嗯，就是大概是放歌兄弟吧。可你我不知道这台上到底是谁来表演的啊，所以有一幕在的应该就是放歌兄弟吧。对，是了，目前是这样。曲风有不一样吗？有加了很多人之后，有想要做不一样的？还是会，对，因为团这样子就是人员不一样，其实你的歌曲本身还是会有一点变化，精神上还是不变嘛，还是想要做比较有 grooving， 然后比较有趣好玩的音乐。那中间换团员是？理念不合吗？这个问我，我问你，只有你知道啊。你应该也知道，玩团就这么一回事，对啊。没有啊，应该说有一些个人计划，有些人都有自己的生涯规划嘛。就是情侣偶尔会吵架，对。然后吵架有的还可以继续，有的就没办法继续。就像小林以前的女主唱就会说，玩乐团是跟交往一样。一定也会有吵架，也会有分手，也会有和好。大面是法国人，是的，对。所以你第一次看到放歌兄弟的时候，2011年哪一年，我就认识长磊，他跟我说他的乐团隔一天就表演，然后是在华山一个户外的活动，然后我就去看一下了，然后回来进去春塔等等，那就认识所有的团员。那你是被邀请进去，还是你也是喝醉之后不小心上去，后来就加入？两个都算了吧，对。那时候他们已经有加一个小号手跟一个长号手，然后他们一直在打一个萨克斯风手，但是小号手跟长号手都是女生，所以他们在打一个女生萨克斯风手。然后我看到那时候是写在 Facebook 上面，然后说，我不是女生，但是我可以吹萨克斯风。他们因为一直找不到女生，所以后来就被迫没办法，他们找我了。但没有从头管乐组要找女生，女生女性。是为什么？就有趣而已。卷毛后来加入之后，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你加入之后，其实后来我觉得放歌兄弟音乐有稍微变不一样，比较冷静一点。对，比较冷静一点。对对对，就是旋律性比较旋律性，以前是比较感觉比较现场。因为后来常常喝醉，我有时候不知道他在干嘛。我没那么常喝醉，会比较冷静。对啊，然后写的可能写歌的人也会不太一样啦。嗯，因为后来就是都我在写。你后来有唱吗？逼不得已啊。没有人啊，对啊，有一阵子没有女主唱啊，那没有办法，总是要有人出来献丑。那你觉得以前的歌跟现在歌比较大的差别在什么？大部分都还是我自己习惯写的东西这样。嗯，我觉得我想的东西可能跟以前比，以前是比较就是 live 一点点，我的东西会比较多 say 好的，对，就是我会比较要求大家细节多一点点，方向比较不一样。你们的坚持的音乐方向怎么样没有关系，可是管乐主要是女生。对，你说像我们以前那么疯，其实我觉得也有难度。所以那时候被找进去，他们是怎么跟你讲？一边喝酒一边。我们没有，我们现在没有小号手，要不要来代班？是不是这种的？用骗的，边哄带骗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认识他是在世足赛的时候，他刚好跑去我店里面喝酒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会吹？刚好有朋友介绍，他跟朋友一起，然后聊天聊一点，他就说：“我们团刚好缺小号手，要不要来玩一下？”就这样。你以前有听过放歌兄弟吗？你以前有来看表演吗？是另外一个事。我以前是读古典音乐系的。嗯，卷毛是吗？我以前就在台下晃。嗯，你是乐手嘛？算乐手，乐手界过来音乐独立音乐圈。
欸，没有，先玩独立音乐才去当乐手。做到乐手，对对对。嗯、他现在玩眉头了。对，以前是玩眉头。以前眉头，然后你是本来是古典音乐。嗯，我后来学 jazz。那你第一次跟放歌兄弟演出的时候，会有疑惑他们在干嘛吗？哦，我跟练团的时候就已经有疑惑了。那你有什么参加之后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表演？应该是去澎湖吧。澎湖怎么了？第一场表演，他的第一跟我们的第一场表演。对，就去澎湖，然后搭飞机，然后去一个外岛的地方，然后下面都给我赖。对，全部开 QR code 给他扫，一直被打散了。观众很疯狂。那樱木自己玩团放歌兄弟这十三年，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表演吗？其实每一场大概都知道在干嘛，因为我们团就是可能比较好玩，都还是在春娜的，嗯，就以前的经验的话，所以我才每次觉得方哥兄弟人都很多、啊。方哥兄弟表演的时候，上面是什么16个，原本乐手11个，然后后来上台有20几个，就其他团，有些人 有管乐的，有些人在台下，对，有些日本团不认识、嗯，但是有管乐，我们就叫他们一起玩，就他们就真的带着乐器就上来玩。嗯，所以玩管乐的都会这样吗？好像因为大面也会，大面也是偶尔会了，每次会加入一堆团。对，开始喝醉的时候是什么？开始乱开，对，所以人次就 OK 了。嗯，然后春娜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是有别的团也是有管乐，我们就说，哎，我们玩一点也是有表演，要不要来见一下？是不是玩管乐的比较会这样？喜欢卷的，对，喜欢卷、啊。一般如果是普通乐团，就说，哎，我们晚上几点有表演？然后后来晚上我们就是，哎，他说他几点有表演，我不记得。然后我晚上8点有表演，我九点的时候想起来了。他们都这样，玩到现在有遇到什么比较明显的阻碍啊？或是为什么要继续玩？有什么人生转折吗？还是没有、欸？就总觉得好像要对这个团要负责一下，就这类型音乐，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些人在做的。嗯，对。你们乐团模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？如果新的人进来，比如说你们第一次去练的时候，他是给你谱吗？还是我自己弄，就自己先听完抓好。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古典音乐，所以你们会写谱。我就想说，就是好几首什么词首之类的音乐丢过来，然后我要全部都把它写下来的，不然管乐去练团的话会很无助，会不知道干嘛。乱吹啊，跟大面一样。不要想那么细嘛，因为。他不一样，你去练的时候发现不一样，大家都不一样。你第一场是什么 ？Major 是吧？对，在台南，在台南的，也蛮奇妙的，因为我爸妈也在，你爸妈也在，对他们有一天就突然跟我说，是，然后我们是刚好第一次跟方哥表演，所以他们有感想的，有。大面是法国人吗？是的。那你在法国的时候有？玩乐器吗？还是有玩过？我在玩乐器，但是独立乐团不算了。嗯，对啊，有玩过、也是古典类的，就是管乐团，然后管乐队。嗯，所以爸爸有感想吗？发现自己的儿子来台湾在玩团。就是我刚来台湾的，他会说中文。对，我是会讲基本的可以沟通，然后我也是马上开始去看表演这种的。然后那时候我认识很多在玩音乐的朋友，因为台上台下的人几乎都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就是差不多是多一群人，多一群人。对，哦，现在主要是雷亚嘛。现在雷亚是怎么加入？也是像你一样喝酒吧？喝也是一样喝酒。他之前没有在真的玩这没有什么独立乐团。他之前，因为之前我们在那个打排球，然后问我车库什么样的，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地方？我说那个地方大家应该都喝很醉。然后我们那些其他队友说，哦，我要去看表演。我说，然后我要带小朋友去。我说不要带小朋友来，不要带小朋友来。因为他那时候好像跟卷毛他们有另外一个做场的团，他那时候找卷毛去。我们原本的女主唱她跑去澳洲，嗯，澳洲跟香蕉啦，就是主唱跟管乐手两个人都跑去澳洲。嗯，对，那时候一年多，然后后来，那个女主唱回来说她自己有一些生涯的规划。那时候他们，我有去帮他们代班过一次，然后讲到，雷亚选，帮雷亚代班过一次，然后那个雷亚他选的歌单，我觉得好像跟放歌其实好像可以玩，嗯，对，所以我就叫他一起来试试看，就发现他其实也蛮会喝的。之前放歌兄弟有发过一张专辑，
主要就一张。对，主要一张。去年底我们有做一张就是艾滋病的医疗宣导专辑，嗯，里面有收录我们的三首歌。所以之后啊，乐团有什么计划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交给年轻人了、啊，看他们想要。靠腰，这样子的、喔。像我自己的乐团，嗯，我们的像吉他手有工作，虽然他很认真玩，可是乐团对他来说比较像是舒压，对我们也很舒压，这些人。对，因为你们是平常就在做音乐嘛，可是还要做一个独立乐团，嗯，玩一个独立乐团，然后独立乐团通常都是不是赚钱的，是花钱的，然后来表演又很累，可怜，大家都在喝醉，然后也不确定今天来到底会表演什么东西。就是如果我们有作品，就是有。慢慢有东西出来，就是磨合好了，然后有作品比较成型了之后，还是会把它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那现在步调比较慢一点。对啊，因为现在中间也是经历人一直在换啊。现在算比较稳定的事情。现在稳定了，现在比较稳定。你要确定诶。方舟一出来是巨兽那个年代吗？2007年。对，2007年的时候，巨兽刚开始。我那时候还小。这13年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想？因为一开始看的人，看你们表演的人跟现在看表演的人大概不太一样。嗯，对啊，的确不太一样。对啊，然后气氛算不太一样。气氛差很多哎、欸，我觉得以前看其实台上台下，我觉得是真的还蛮疯狂的。对，嗯，因为你表演的还是会因为下面的观众会有给你一些反应。对，疯狂就你不疯狂台下怎么疯狂？哎、欸，可是他脱衣服都不是在我们团，很少很少了，方哥兄弟很少了。对啊。因为是被脱、哦、对不是脱，是被脱。其实我们在村内，我们被关灯很多次了。被关灯？对啊，被居民关灯。因为后来因为 有直接上报嘛，然后发现这样不行，有，所以只要一发现有露出生殖器官就不行。台上有，他就会要求把灯关掉，因为怕有人拍照在村上。老婆还要随时拿一件裤子或者毛巾，随时要帮他遮。没有，是他会帮他脱了。没有，一开始他会遮，到后来他就放弃，就上来拖我，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你。就是我很好奇，比如说你是原本是古典音乐，然后进来，然后进来这种最喜欢喝酒的团，怎么长这样？一开始的感想到底是什么？是团练的时候没有觉得在台上会变成那样。或者是演完之后会变成那样。哦，对，所以本来在音乐系的时候不能这样。那其实音乐系也会啊，音乐系可没有，可是不像那个乐团圈的那么严重。音乐系就是有一种在台上的时候打好领带，然后演完了之后领带会拉开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解放的。你们有团员突然失踪的，我记得有吧？有一次是常磊。嗯，常磊没有上台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后来有人去把他搬上台。是啊，忘记是几年的春娜、啊。对，忘记是哪一次，我记得这件事情。他是倒在某个朋友的摊位在那边睡着，对啊，发现自己要表演。后来我们就上来，哎、欸，我们的主唱不见，keyboard 手不见，那他有弹 keyboard，就有人把他扛到台上，或是把他丢到台上去，然后后来就醒了，就自然的唱了两首歌之后，听说后面他其实他自己都不记得这件事情。那就还是有唱短片的。方哥兄弟之前有去参加过那个电视录影、哦、有啊，比赛的有啊，创作天团，创作天团，因为录影应该蛮劲的。我看电视上看蛮劲的。其实其他乐团都很劲、嗯，但我们团其实还蛮松的、嗯，因为制作公司规定说，你们乐团不要在现场喝酒。不要在现场录影的时候喝酒、嗯，那其实是针对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把那个饮料杯啊什么都是放在，然后在那边喝，然后跟着也会邀其他乐团一起喝、啊，所以他们会觉得会带坏其他的乐团，对他们还是需要一个比较正常的。那时候其他乐团有谁还记得？其实现在真正还在玩的，其实好像都几乎都解散了嘛，什么本立门呐、啊、，Believer。哎，对对对，36段回旋踢，嗯，对，所以没喝也没有比较好。其实那个压力大，是因为他每个礼拜有主题嘛，一个主题，所以你可能你要改编或甚至创作。对啊，后来有发专辑，对、啊，后来因为募资啊，募资的关系，你们专辑不是有得奖？有入围啊，入围、嗯，入围两个新人跟乐团金曲奖。等到确定没有，我们当然就走了。
结束还是要庆功一下。对啊，这个一定的，这个已经订好了。对，得了还是没得了，还是订好都要去。可是法国人玩团跟台还有跟台湾人玩团，你觉得差别在哪？用法语。主要的是场地跟气氛会很不一样，就是很比较多酒吧类的活动。像曾经我有算过，整个台湾那一年我忘记了，现在已经变很多。我算了所有我知道的全台湾的 live house， 然后我算是跟我家差了十倍。然后我家是一个23万人口的一个地方，所以那时候真的那个密度差很多，在台湾是变成是，哎呀好紧啊，哎呀月底不行了、啊，大家都不要办月底的活动，因为知道没有人会去了。也有差吗？对啊，然后在法国可能比较强大，可能就像有不一样的方式，像去酒吧的话，可能没有门票，但是你的饮料可能要多花一点钱，就是多0.5欧这样的。但是看表演的人也是会喝，因为你刚才说台湾人看表演都不喝酒，但其实不是完全不喝酒，就是、但是比例的话，比例上习惯是不一样的，对、就是，可能也是费用的关系。所以我有时候搞不清楚台湾的观众到底喜欢喝酒还是不喜欢喝酒。他们喜欢去便利商店买酒，因为我们便利商店太方便了。从以前到现在最大问题都是便利商店，但是我们便利商店的密度就比你们高了吧。Live House 旁边一定有。但是我们在法国去活动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会想办法偷偷带酒进来。当然国外真的是蛮贵的，你会要求乐手跳舞吗？小号手进去有被要求什么特别的事情？奇怪的要求，他们要跟你说哎，我们这边要干嘛，好像没有，可是他们就会说什么，哎，下次请表演穿比基尼啊，这就是要求啊，团长，团长许愿，是梦想，不是要求。他们在吵架的时候的中文你听得懂吗？大部分啊，特别是吵架的时候会比较，有时候台语的部分他也听得懂，也没有啦。其实现在没有，现在几乎没有在吵了。我知道以前吵比较大，现在没在吵。你们觉得大面的女粉丝有比较多？现在别闹了。他现在有随着年纪变少，我觉得变很多。这个要我讲比较主要。没有，是我之前我有一些女粉丝，但是后来卷毛加入，然后后来就是知道我干嘛，关我屁事哦。卷毛是比较像是跨县市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巡回的时候，跨县市，对，我们EP巡回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在高雄，在彩排完之后，就一堆人跑过来要跟他合照。就像我下台的时候，有女生会来找我，然后就会说：“我可以给你们 keyboard 手拍照吗？”然后他大面就不一样，大面的比较集中在台北市。有一次我们在李波波表演的时候。台下大概有4-5个都是他的前女友。啊，现在看到乐团这样的心情，因为我自己也是换很多乐手，就整个人正面起来了那种。没有，就觉得又可以一起，好像可以干嘛？团员一直在，对啊，不确定的话，其实是什么事都不能做。所以现在是7个人，现在基本都是7个人。7个人，确定。那个团那么多人，应该也都不会为了分钱吵架。因为脑坑的，所以我们去年刚好年底的时候有做了几首歌嘛，然后我们刚好把它录下来。下半年也一样，还是就是先写歌，然后我还是希望你现在目前这个组合可以再继续往后面走。其实两年前就有想说要发一些东西出来，对，其实有阵子很多人都觉得或者是不是解散，但中间好像有一年没表演，对不对？嗯，一整年，就一整年。就香蕉跟那个女主唱去澳洲，去澳洲的时候，就整整然后女主唱先回来嘛。对，香蕉还在。对，香蕉还在。香蕉现在还在吧？还在。对啊。而且我们现在有小号什么？对，他不需要，没关系，不需要香蕉。香蕉减肥，减肥也无所谓。哦，我减肥回来，哦，不要你，就要想办法先在澳洲排表演，看一下。我们先不指望他了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接下来计划应该就是啊，录音、发行一些东西。接下去澳洲表演，谢谢方哥兄弟，希望方哥兄弟可以去澳洲表演。我有去澳洲表演的时候，我也要去。我没去过澳洲，我也没去过。不然澳洲香蕉代言，你不是说不要指望他？不要指望他。